KWA 的 USP 点四五 Tactical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咖啡色的板哦。手感还没来，偏右蛮多的，因为那个风偏的感觉没抓到，怎么去修正？这次的表现不好，好来用KWA 所出的 USP HK USP 点四五哈来设计夜光弹了。那今天在白天玩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这可调式的罩门好像有点跑掉了，好现在所以现在再来试试看了。那现在是用五公尺的范围来做测试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吧。好，每子弹的测试完毕。好像刚调的好像还可以。好，拍摄到这边，拜拜。